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9516的月轩。然后呢，在我们618文家三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呢，把这首《麦子爱情不是毒药》送给所有的宝宝们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月的6月18号关注我们的29247点半，是我们文家的三周年暨我们的新歌 MV 的发布会。然后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到场哦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一首好听的麦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喜欢这首歌的麦子的宝宝们，大家评论转发弹幕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